墙，阿宝已经靠在这里了，对方还没有来得及吃完。对，要先打人了，要先打人。新生诅咒直接踩在 Alkaz 脸上，因为 Alkaz 直接往前压，但直接哇，又是击杀到了，能捡吗？他不能捡，不能捡，不能捡。这样子的话，小林反而很危险哦。这边挤了。是的，但正面那里冷面这人伤害非常非常高，小林反而是拖住对方两个，其实不应该死在那边的。对，还有黑暗之刺哦。是的，应该是有看到可以去。哎呀，预判了一个你想要去捡，但其实对方目标是把你的人全部杀完。对，做了一个大包夹，吓到掉了伊利。这时候 Alkaz 往前粘。也说你三个伤害其实非常非常高，连冷面这人一直在做输出，可最终也被对方给打出了这一个涅槃，再丢出这个大招裂锤风暴换到了，把逆友的涅槃打掉，然后再让 Alkaz 做击杀。这一场的吕布真的是战神，扛伤害也是他，然后残局也要由他来打，配合队友又守住了一波。对，其实刚这还有点长，媒体也选择直接靠过来。这地方找到一个机会是直接贴上去，哇，反而是真男人危险。后置电车往后拉，成功拉开，再加上这个世界弓把这个血量给拉回来，反而对方的位置非常非常的危险，整个人都在那个龙区旁边的会战宇宙。最后这个本身剑打两个还不错，但是残局小林还有伊利还有战神 Alkaz 在这样子换完是一个二换二的局，哇，真的很危险。再进来一点再把龙压掉这样。现在有看到艾瑞斯的位置，这个勾勾到小兵，小林先刷第一圈，第三二在前面，艾瑞斯还没有要回来，天空巨龙喜浪也还蛮多的，还有六层，这个塔要掉了。OK， 这一波第二座，你这里也有机会被我三路高地，可是艾瑞斯还在家 ，OK， 是选择要 re go 回家，快把龙处理掉。阿宝这边芬达勾过来，这是一个好目标吗？先把他喜浪压一半，但是正面冷面这边又被踩到了。风之电车往后拉，宇宙从这一过来，哇，冷面战人非常之危险。本身剑加瞬移补到，顺便把伊利也带走。剩下两个人残血 ，Alkaz 回来能够残局处理吗？看起来有点困难。大人头的劣势 ，Alkaz 切进去，哇，这个伤害量，一个人也是打了对方两个墨甲出来配合小林，还是没有办法翻转这个局势。他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是的，能做的全部做完了 ，HK 被团灭。Mate 这边要收下这一场赛点，把战局拖到决胜的第五回合了。第五场，恭喜 Mate。